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我一个圆盘呐，我以什么呢？这个圆盘的边缘上的一点，然后垂直于这个圆盘哈的那个轴，单转轴的那个转动惯量是多少啊？就以呢通过这一点，垂直于圆盘的这个轴单转轴的这个转动惯量 I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晓得说哈。这个垂直圆盘，然后通过呢直心，通过直心哈，垂直圆盘那个轴当转轴的这个转动惯量哈，我们之前算过嘛，这 IC 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一 MR 平方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那个平行轴定理，就史丹尼尔定理，这个 I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 IC 哈，加上 MA，A 的话就是 R。我的距离是 r 平方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出来，这是等于二分之一 mr 平方了，加上多少呢 ？mr 平方，这样就变成二分之一加一是二分之三了，所以二分之三哈 mr 平方。